就算你变成男的，你也赢不了我了。如果可以教训你，我还真想变成男生试试看。洗澡好像有点不好，不要那么娘。脚不要脏这么看好不好啊？我们女生这样很丑。洗澡？你为什么在洗澡？怎么可以洗澡啊？洗澡就洗澡啊，那为什么？怎么洗？你有没有闭着眼睛洗啊？我就闭着眼睛洗啊。你不要再睡觉，故事已被藏好，开始疯狂胡闹。就算是世界快要爆炸的前一秒，我只想要挥霍的疯狂甩掉炸掉，只要用尽全力为自己拼一次就好。就算是世界快要爆炸的前一秒，我不回头，一生的革命闪耀。